我爱的你，你在哪里呀、啊？在哪里？哎呦，你是不是今天唱这首歌嘞？很呐，我唱。今年咩？今年。天涯客嘞，就是爱的你呀、啊，爱的你、啊。对咯，对咯。哦，我唱的很贴切的。爱的你还没有学好。那这滚也是放路来了啦。知道无饮醉啦，哎呀，别记去啦，看你紧张啊，紧张咩？哎呦，真水嘞，你看，哎，这是袂使嘞，奥林安怎不会透视啊，宝哥，你应该给他透视吗？奥林嘞，哎，气色哦，气色袂使啊。我新买的内在美眉吗，宝哥？嗯，睡吧，睡吧。有个前王的也是不可以嘞。你没东西看，宝哥，你很衰的，你很坏呀，你，宝哥。年坏，他是你的宝宝之一嘞，那你可以讲，他是你的太太嘞。哈，你这样，那宅戏哦，哈，那宅戏啊，拜银哦，一宅银，好好的整他。我们一定的，我们一定要合作，整到他啊 ，upside， 不要被他整哦。跟你讲，他说他会整我们的。他一个人怎么可能整我们七个？哎，难讲的。不可能的代志啊，不可能的代志。我跟你讲，印度呢，印度话不可能呢。就不可能呢呢呢呢呢呢呢！我跟你讲啊，哇，你印度话真贵咧，我蛮晓讲咧，拢做后背夹的呢呢呢呢，后背夹这个呢就掉了啊！对啊对，哇，你的扮相真的。哎，不知道有没有看我嘞？不一定哦，那个阿拉伯的王子看到我，是啊，捐很多钱也不一定。哎呀，对哈，我在做梦啊！哎呦，你今天有困无啊？没搞啊，怎么很明呢？很明啊！哇，你的装扮很漂亮嘞。其实你非常适合嘞。为什么呢？因为阿奶奶啊，阿印度婆啦，是头发要长长乌黑的头发才可以扮啦。我们哦，别晒啦，出格出格别想啦。哎晒，哎晒咩？不一样的风格啊，是吗？一样美。改次我们就做一场啦，全部穿印度婆的来走秀 okay, 好吗？走秀好吗？啊，问我们宝哥好不好？走秀，印度婆走秀，好吧？印度老人也七个老婆，印度的魏小宝，可以啊，可以啊。哎，我跟你讲哦，就就他做魏小宝啊，已经做到上瘾了。你看第一集都还没有来啊，他就要第二集了。没有，第一集还没有，还没有啊，他就开始已经爽了。他正在哦，七个老婆他就爽得不得了了哦，就是了。到时候啊，七个老婆不喜欢谁嘞？啊，哎呦，他的脸就变了了。我问他自己，他脸。变了嘞、哎！当然是我方姨了，给他戴绿帽。啊、是吗？方姨，你给他戴绿帽啊？因为那个哇，那个、你熟读故事啊！因为那个欧阳锋他要练武功的时候，他就遇到方姨，他说：“等一下，我练到最高的时候，你要帮我解读，不然我就会啊。哦”哇，他连剧情都懂哦！哎，我们的宝哥哈、哦，实在是鬼才嘞，你知道为什么吗？他已经给我们分配每一个老婆都有名字，而且、哦、那个角色都是很贴切的，而且拿捏的非常好。对了，哇，你的手一直直直哎，非常好，真的是吗？宝哥是吗？宝哥费尽很多功夫在那边揣摩揣摩揣摩，这是他的天分了，都不用费劲，一想就出来了。但是、哦、我这边 我是大婆了，大婆她最不爱的，不是老妈子嘞，我不是啦，老妈子。老妈子，那你可以说他老婆，我做老婆、啊，老婆做人，老婆啦，我做老婆哈、啊，安娜，老妈子想睡嘞，首先我把你丢掉伊嘞，睡个不得了，我就睡哦，夜波森吼，一想睡嘞，拿一刀想睡，我让你拍胯啊，唔然做嘞，偏心啦，啊，宝哥想拍胯。最难看的就是我，不会啊、你们很漂亮，你很美，不，你天生丽质。我跟你讲，通常大婆哦都是最不疼的。你懂吗？他疼小最小的老婆，他最疼的。为什么呢？肯定吗？为什么？因为如果他疼我就不会一直接下来很多个老婆嘛。哎呀，是不是？做个闲料啊。乖，无输家第二个、第三个、第四慢慢摆落去咯。啊，你看咯哈。啊，那我们卖一个关子了哈。现在打一个一点小广告可以吗？应该也是可以了哈。就是星期一哈，线上的朋友哈。插播插播一下，现场朋友，我们星期一晚上、哦、有我们的特别节目，就是魏小宝、啊、跟就是《鹿鼎记》了，跟他七位太太了哈、哦。好，线上朋友记得要捧场哦。好，你是陈峰大哥啊？你啊，老师你是你，到时候插一个播道进来了，好不好？啊，来。他说他七个老婆都喂不饱啊，对不？爱来了啊，对不？爷哈，第八个是谁？从实招来。第八个是谁？第八个是谁？他说他已经饱了，七个他够了，就罢了 enough。刚才他就拿了两粒蛋黄给我吃，我不要啃啊，他不好吃的他就给我吃。
所以大宝就是这样，没吃的就给我吃。不要哈，开个玩笑，开个玩笑。好，我们又回来啊、哦。今天你做唱这个做善事哦，哇，出钱又出力，非常谢谢。出钱又出力啊，对，很有爱心。Last minute 还招了朋友啊，是吗？啊，对，是啊，你招了谁？看我唱歌，我、哦、看你唱歌，对，还有最重要就是叫他看在看你唱歌的当儿呢，多多的捐款啊，多多的做善事、啊，小数目也没关系，十块、二十块、三十块、五十块、一百都没关系，好不好？看你的魅力怎么样了哈，好不好？我希望、啊、我没有魅力，我就努力。你努力，我知道你的线上朋友都会支持你了哈。好，来你带来的第一这一首歌就是阿奶奶了哈。啊，天涯客啊，天涯客了。哦，爱的你呀，爱的你呀。天涯客不是我爱的你，爱的你下半场先是天涯客。爱的你，爱的你是我头先唱好的天涯。哎呀，原来我就奇怪为什么歌名变成这个。好了，继续。来，线上朋友。不一样的天涯客。数不尽的心酸，数不尽的衷肠，独自天涯流浪，流浪到处流浪，黄昏伴着夕阳，黄昏伴着夕阳，夜晚陪着月亮，陪着月亮，独自天涯流浪，流浪流浪到处流浪，天涯客不要彷徨。蹦蹦蹦，恰恰恰，蹦蹦蹦，恰恰恰，花儿有些忧伤，潮水涌落又涨，独自天涯流浪。恰恰蹦蹦蹦，恰恰恰，蹦蹦蹦，恰恰恰，蹦蹦蹦，恰恰恰。流不尽的心酸，数不尽的衷肠，独自天涯流浪，流浪到处流浪，黄昏伴着夕阳，夜晚陪着月亮，独自天涯流浪，流浪到处流浪，天涯客不要彷徨，天涯客不要悲伤，蹦蹦蹦，恰恰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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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花儿有些忧烦，潮水又落又涨，独自天涯流浪，流浪到处流浪，流浪。Come on， 蹦蹦蹦，恰恰恰，蹦蹦蹦，恰恰恰，蹦蹦蹦，恰恰恰，蹦蹦蹦。谢谢大家的掌声，线上的朋友你好 ，I love you， 很高兴来到这里，再次看到大家。有没有人说我唱得好，捐钱的？现在宝哥，多少个？捐了多少万？啊？五十，够有无？王志强，谢谢王志强。还有查理车啊 ，Luna， 我知道，但你我卡边哦。还有全金，全金应该是已经进钱了哈。啊，全金，谢谢全金老师。那么还有谁呀、啊？我看一下。啊，还有我的好朋友林国祥哈，他也是捐了哦。那个 money 在我这边，等一下我会一起背过去。好，那么全金呢已经应该是自己已经捐上了，谢谢大家的支持，谢谢好朋友的支持。还有一位来自印度的 Vila Sami 捐了500块卢比亚。阿拉妈，伟伟他要 Vila Sami， 伟伟哈，他看到我这么漂亮，他要把我娶回家，异地之恋啊，那个时候500卢比亚 Vila Sami Vila Sami 阿拉妈，叫我去那边做女佣啊，啊？
没有，有间呢，就是谢谢大家，谢谢大家的善心哦。住在线的朋友身体健康，好心有好报，也希望这边的直播室呢，蹦蹦气越做越大，捐钱就越来越多，对不对？那么呢，我相信很多朋友都唱了华语歌和福建歌，那么舅舅我呢就想唱这首广东歌《金华春梦》给大家听。以前这首歌呢，我记得是我读书的时候，走了跨走了号，跟他小狼啊那块呢，一边看一边哭啊，哎呦这，而且我学的广东歌哈、啊，还是从这个《上海滩》啊、《金华春梦》这些学回来的，哦、要唱要听广东歌的朋友，加一加一加一，下次JoJo会学得更好一点，来这边唱给大家听，好不好？谢谢林国祥先生，还有全金老师，还有 Chaddy， 还有 Ong Chi Kyung，Thank you very much，I love you，Come on， 金华春梦，还有在线的朋友，谢谢。才听了一首快歌，然后大家喜欢我的快歌呢还是我的慢歌呢，打电话告诉我，现在马上可以打上来，谢谢大家。来，有请我们的 handsome 的诗仪、啊、谢谢谢谢祖祖，谢谢大家的捐款。我送走了那个印度的，我现在带来一个中国的来、啊、现在有请 Yvonne 小姐来。Yvonne 千惠、啊、
千惠 sorry， 千惠先了、啊。